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现在就和葡萄园团队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赞我们的神好吗？很高兴我们今天早上又来到这里来敬拜神。你们预备好要来得见主的面吗？ Amen。 让我们跟旁边的人说，让我们在敬拜中重新得力。我们在敬拜中重新得力，敬拜中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唱，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高过一切高山深海，你爱的江河流向我，紧握敞开我的心门，让医治者来释放我。在真理中我真喜乐，每一天我高举双手，我要不停歌唱，因你爱领导我。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高过一切高山深海，高过一切高山深海，你爱的江河流向我，紧握敞开我的心门，让医治者来释放我。在真理中我真喜乐，每一天我高举双手，我要不停歌唱，以你爱领导我。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我好想要跳舞，别人看为人嘻嘻，但是也看见之光，他们比欢喜跳舞像我们一样。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我好想要跳舞，别人看为人稀奇，这世界看见这光，他们比欢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
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我要歌唱你爱，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在唱下一首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因为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感谢你，唯独基督是我的盼望。唯独基督是我盼望，黎明的诗歌力量，这方教室为我根基，面对风暴也不摇动，不必担最深平安，恐惧处境挣扎之心，做我安慰，靠住他爱我能站立。唯独基督道成肉身，永恒真道降生马槽，如此大爱，数天公义，却被罪人藐视厌弃，直到救主舍身施加，真地真怒才得平息，在基督里罪被涂抹，借他的死我的声音，在风雪中我阻挡我，生命之光黑暗淹没，他却复生，彻底的胜，冲破死荫掌权永恒，他竟站立在荣耀里，罪恶怒垢完全除尽，并投诉他，他耶稣我，基督宝血把我遮蔽。全世而人寂寞，永不是我与主隔离，到处再来到我安息，靠住大能我永站立，不必担最
生平安，不惧处境挣扎之心，做我安慰，做我挽救，靠主大海我能站立，做我安慰，做我挽救，靠主大海我能站立。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永远纪念你对我们的恩惠。主，在每一天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你带领我们前方的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但愿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都单单的依靠你。主耶稣，愿神你保守，正如你在十字架上我们所牺牲的一样，我们效法你的脚踪，让我们也可以为你福音的缘故愿意舍己。求主你让我们得以在你的里面重新经历到你的信实，经历到你的慈爱。主，当我们在你圣所站立的时候，我们要瞻仰你，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愿神你亲自来触摸我们的生命，主，叫我们真真实实地活在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唯独基督。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让我们都一起来可以来为他来奔跑，让我们可以在生命尽头的时候都可以跟主来说，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尽了。感谢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Amen。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甚至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随那里而行前。
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恩心间，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尽照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在跟随他的恩情节，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经历你，主你自己将救恩，将喜乐的救恩赐给我们。主啊，这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信息，如今也关乎我们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谢。主，没有一位像你，唯独你是真神，唯独你是那奇妙的测试，唯独你是那尊贵，唯独你是为我们舍己的神。主，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主，你再次在我们灵里头呼召我们，叫我们苏醒过来，叫我们知道主在这世上你拣选我们，要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要叫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成为光。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站立，为你来站立，每一天在你的面前要奉你的名来祷告，来赞美，也要成为我们中间所有人的帮助跟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再一次团聚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思意念献上给你，用我们自己能够在你面前被你检查，求你使用，求你光照，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请坐。我们接下来请葡萄园团队要为我们献的诗歌是主血为我流。
是为我遗忘生命的捆绑，主流血能使我重生，欢喜又快乐不忧愁，因为主流血是为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感谢神，求神赐福他的话语。今天的正道是林宏哲传道，今天的正道题目是进门得生命。我们欢迎他，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Peace to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很高兴在今天早晨跟大家分享信息。I'm glad to share with you the message this morning. 在之前发生一点点的小小的意外。There was an accident just before. 就是我昨天才知道。That I didn't know till tomorrow, yesterday.今天要翻成英文。There is translation today. 昨天早上我们在义载金城舞蹈。We had a great dance at the Golden City yesterday morning. 在预备的时候，同工问了我一个问题。A coworker asked me a question while we were preparing. 就是义载金城这个地方。That the The fortress, the Golden City. 它为什么要建在那里？ Why is it there?
你知道我英文不是很好，听不太。为什么他要建在那里，然后他要盖成那个样子 ？Why is it there and why is that it's built that way？ 后来我就跟他说，因为以前那地方是一个海港。Then I told him that that place was a harbor。所以那里会建砌起一个军事的堡垒。So they needed a military fortress over there。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大炮。So you saw a big cannon。那是在国外做好运进来的。And that was made and transported here。一载京城就好像一个门户。The Golden City was like a gate。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要点。An important military spot。当时候最大的一个城市就是台南。The largest city then was Tainan。而这个门户 ，and the gate， 就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安全 determines the safety of the city， 而门就好像决定了谁可以进出的一个关键。The gate is a determination of whoever can enter。就像大家在使用网络的时候 ，It's like when we use the internet。有一个东西叫防火墙 ，a thing called the firewall。这个会决定你的资料是不是安全的。That determines whether if your data is safe. 所以一旦它可以进来 ，and once it enters inside， 那它就会对你有所帮助。It will help you. 但是如果它进来的不是不好的 ，but if something that is bad enters， 就会对你的电脑甚至对你的整个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It will have great impact or to your computer or your environment.而这个门就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进来的标准。The gate is a mechanism whether you can enter or not. 好，所以如果一旦有人来到你们家，他需要通过你们家那个门。Whoever comes to your house needs to go through your gate. 而你会在这个门口决定要不要让他进来。And at the door, you will decide whether you let him or her in or not. 如果刚好是你一个不是很喜欢的人。If it happens to be someone you don't like， 你就可以透过那个门的门口去看，哎，这个人不是很好。You can see through the gate that， and you say to yourself， this person is not good。比如说像银行的催账的人呢、啊、，It's like a debtor from the bank。哦，好。可是如果这个人是你所喜欢的 ，But if that person happens to be someone you like， 你就可以把门打开让他进来。You open the gate and you let him in。我们在外在的世界当中都有门，我们可以看得到。In the exterior world, we have a gate or doors that we can see. 然后它就立在那里，然后决定了我们这个建筑物的安危。It is there and decides whether or not the building is safe. 但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有一个门来挡住它吗 ？But do we have a door in our internal life? 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一件事？标准或是一个内在机制，可以决定它到底你的内在是安全的。I mean, is there a door, a gate, or a mechanism decides whether your internal heart is safe? 你知道，人的生命如果没有了基督，他就进入了害怕。You know, if we don't have Christ in our life, we are in fear. 人的撒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那个阴间的死亡。The great threat of Satan is the death of the hell. 所有的人都会面临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死亡。Everyone is to face the fact that we will die. 而这个死亡就紧紧地抓住人类的每一个心思意念。And death grabs your heart of everyone. 你看过民间宗教信仰的仪式吗 ？Have you seen the rituals of folk religions?曾经有一次，在我的岳父去世的时候 ，There was once upon a time that when my father-in-law passed away。当然，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我岳父，因为还没有结婚嘛。And at the time he was not my father-in-law because I was not married。而但是我就亲眼的目睹那个整个民间宗教信仰的仪式。And I saw with my own eye the rituals of folk religion。那个道士就在那边凉凉凉归队。
The toyist was doing the thing, and then on your knee. 你非做不可。And you had to do it.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You don't know what is right, and you don't know what is wrong. 然后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You don't know what is good, you don't know what is not good. 而我看到很多人就跪在那里拜。And I saw a lot of people on their knees worshiping. 这是一个对死亡的害怕。It is a fear to death. 但是基督徒的生命却完全不一样。But Christian life are totally different. 然后因为我们有判断一个生命的标准。Because we have a standard to judge life. 我们今天已经从外面的世界。We go from the exterior world.跨过耶稣基督的那个门，然后进到永恒的国度里面。Through the gate of Jesus Christ and into the eternal life. 而上帝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门。And Jesus Christ is the gate. 然后他就带领我们进入到那永恒的国度里面。He leads us to the internal kingdom. 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判断的标准。So that we know Jesus Christ is the center of our life.你知道以色列的君王在那时候就好像一个牧者一样。No, the kings of Israel was like pastors. 所以当上帝讲到大卫的时候，就说他是牧养我民的君王。So when God talked about David, he was like a pastor of my people. 但是后来的这些君王就带领以色列进入到了灭亡里面。But later on, the kings of Israel lead the kingdom into devastation.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上帝了。Because they didn't have God. 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告诉这些以色列人：“我是王。” But when Jesus came again, and no, when Jesus came, he told them that he was king. 而他是一个真正的牧人。And he's a real pastor. 他不像之前的牧人一样。He was not like the pastors before. 之前的牧人是要抢夺这些羊有的东西。The pastors before they take away whatever the sheep have, 就像那个盗贼 ，like robbers, 他们必须抢夺那些民的东西。They take away things from their people. 有没有这种人，如果当王的，就会觉得很可恶。If this kind of person becomes king, and it's not pleasant to people.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三十四章就讲到了这些牧人是怎么样来对待以色列民。So, in the book of Ezekiel, in chapter 34, he talks about how the pastors treat the people. 但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牧人，是带来丰盛的生命。But Jesus Christ was the real pastor. He brings us a wonderful life. 你知道那丰盛的生命？你知道当我看到岳母的时候，我知道那是真的。When I saw my mother-in-law, I know the wonderful life is real. 好，这个时候岳母是真的是岳母了哈。So the mother-in-law was really mother-in-law. 你知道，你知道，当我看到她以前拜的那个样子 ，I knew how she worshipped folk religions before.他什么时候都很害怕，你知道 ？She was always in fear. 然后他坐车也很害怕。And she was fear when she's in. 然后生病很害怕。She was in fear when she's sick. 然后他得了青光眼，然后他更害怕。And she, yes, when she had an eye problem, she was even deeper in fear. 因为他害怕他看不到，然后进入到一种完全的黑暗里面。And she was in fear because she will become blind and she will be in total darkness. 可是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 ，But after she come to Jesus, 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Her life totally changed. 他跟我说，他的生命就好像突然以前有的重担。She told me that her life was like there was a burden on her shoulder.然后因为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都脱落了。And because of Jesus Christ, it was removed. 你知道有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你知道 ？Sometimes I don't have feelings so strong. 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耶稣了。Because I knew Jesus Christ when I was young. 可是他不一样。But she was different. 他到六十岁他才认识耶稣基督。She didn't know Christ, Jesus Christ until she was 60. 他就告诉他女儿说：“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他 ？”She told her daughter that, "Why didn't you tell me earlier?"
当然，他女儿就会说：“我早就告诉你了啊。” Her daughter told her, "I told you long ago." 带领别人进入到这个上帝的国度。But you didn't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应该是我们最喜乐的事情。That you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is the greatest joy that we have. 他也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责任。And she was our responsibility. 我们带人进入到这个门的时候，进入到里面，它就是一个永恒的。When we lead people through the gate, it is eternal. 因为他的眼光改变了。And their point of view changed. 他看事物从现在短暂进入到永恒里面。They look at thing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that at the moment that into a point of view that is eternal. 好，昨天早上是一个忙碌的一天哈。Yesterday was a busy day. 我们一大早。And early in the morning, 我们就开始搬了一大堆东西，急急忙忙开始在义载精神架这些东西。We started to move things into the Golden City, and we start to prepare. 然后接着弟兄姐妹就进来了。And then people came in. 然后就看到牧师很忙碌的开始指挥大家。And we saw Pastor busy directing everyone. 然后我们扫牧师非常非常忙碌的在那里接音响。And Solon Pastor, he was busy trying to connect all the instruments. 然后还有这些摄影的同工都在那里忙着架设他们的设备。And cameraman was busy doing the prepare their instruments. 我还想我们有一个期待哦。And there was an expectation in our. 台南以前是一个军事或外来势力控制的地方。Tainan was a military controlled or a foreign force controlled place.但是从今天开始 from today on, 这个城市要用主的心意来决定 This city will be determined by God. 你们想要看昨天的影片吗 Do you want to see the clip from yesterday? 好请同工帮我们放 Please play. 生命绽放阳光，不需要浓妆艳抹伪装，创意冲破我想象，我将展翅飞翔，隐隐隐海为我生，深度深自他将是为人，只因他爱我几生，看我为宝为尊。 I wanna live for you, 耶稣。I wanna dance for you, 我的救主。I wanna sing for you, 向你欢呼，我的耶稣，全地的主。我渴慕看到你心意成就在这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荣耀能力。我生命绽放阳光，不需要浓妆艳抹伪装。创意冲破我想象，我将展翅飞翔，隐隐隐海为我生，深度深自他将是为人，只因他爱我几生，看我为宝为尊。 I wanna live for you, 耶稣。 I wanna dance for you, 我的救主。 I wanna sing for you, 向你欢呼，我的耶稣，全地的主。我渴慕看到你心意成就在这地，让我们的生命充满荣耀能力。平安要归于属你的人，荣耀要归于天上的神。我们要宣告I wanna live for you, 耶稣。 I wanna dance
dance for you, 我的救主 I wanna sing for you, 向你欢呼我的耶稣全力的主我渴慕看到你心意成就在这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你荣耀能力 I wanna live for you, 耶稣I wanna dance for you, 我的救主 I wanna sing for you, 向你欢呼我的耶稣全力的主我渴慕看到你心意成就在这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你荣耀能力 I wanna live for you, 耶稣I wanna dance for you, 我的救主 I wanna sing for you, 向你欢呼我的耶稣全力的主我渴慕看到你心意成就在这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你荣耀能力我渴慕看到你心意成就在这里让我们生命充满你荣耀能力我认为台南市应该是一个基督荣耀城市 I think Thailand should be a city of great honor, great glory of God让掌权者承认唯独基督是至高的掌权者 Let the people in power confess God is the Almighty God 这个城市应该是一个我们最喜的一个城市 The city should be a city that we rejoice in 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牧人 And we confess that Jesus Christ is the only pastor of our life 因为他带给我们生命极大的丰富与改变 Because he brings wonderful things into our lives 有时候基督徒会认为丰富是一个物质上的满足 Sometimes you think wonder is a material satisfaction in life 但是我觉得更多时候它是一个心灵上的自由 But I think it's a freedom of heart 有一种人叫做宣教士A kind of people called the missionaries. 我觉得他是心灵最自由的人。I think they are the people that has the biggest freedom. 因为他们可以跟主那么亲密，然后去服侍上帝。Because they get so close to God and they serve God. 他们可以放掉一切物质的享受。They can let off all material needs. 放掉他们一切的习惯。And let off their habits.放掉一切他们所熟悉的事物环境 and let off the environment that they know so well 然后去那地方爱那些人 and go to a place and love the people over there 我觉得他们心灵跟上帝很接近 I think their hearts are so close to God 所以我会蛮羡慕那样子的服事的 and I would like to have that kind of service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一种跟上帝的亲密的感受。I think it's a great feeling that you get so close to God. 你可以单单因为主的关系，然后完完全全的服侍上帝。And you can serve God and totally because of Him. 你知道牧人呢？就在以色列当中的牧羊人。And pastors in Israel. 他们怎么牧羊的呢 ？You know how they pastored?他们不是放狗 ，They don't have dogs。放狗出去不是咬人哦，是放狗出去赶那些羊。And they didn't have dogs to help them。他们不是用这种方式哦，他们是叫出每只羊的名字。They have names of each sheep。你知道那是一个我觉得很难想象的事情。It is something tha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因为我看过那种羊，我觉得每一只都一样。And I've seen a sheep pen that。Every sheep look the same. 你们有去过那个亲近的农场吗 ？You've been to farms. 你们看过那个赶羊秀吗 ？You've seen a show. 那我觉得那个里面哦，那种二三只羊，我实际上都分不出来，它到底哪一只是哪一只，有什么不同 ？Like in a flock of sheep, there are 20 or 30 of them, and I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of them.
然后可是主看我们的时候，他都知道。But when the Lord look at us, He knows the difference of each of us. 然后这个牧羊人他会清楚知道自己羊的状况。And the pastor knows the conditions of each sheep.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去看我们现在的生活。So after we know about this, we look at our lives. 常常我们建立在一种短暂的关系上面。Usually, our lives are based on short relationships. 什么叫短暂的关系 ？And what is a short relationship? 就是我今天付给你钱，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It's that I pay you today, and our relationship ends right there. 今天拿走我的东西，我们关系就到此为止。You take away the things, and the relationship ends right there. 你知道以前的工作，以前我家是开瓦斯行的。My family we have a gas station. 我的父亲跟员工实际上是非常亲密的。My father and the employees were very close. 所以他们常常会有去探望这些人，或者是非常关心他们一些需要。And he usually visits those people and care about what they need. 可是我当我看现在的有些就是社青人员在工作的时候。But when I look at the people that who are working, 然后他们跟他们之间老板的关系，或者是跟他们员工之间关系，事实上就仅止于此而已。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ose people with their employees or employers, and usually there is not much. 然后工作结束，关系到此为止。And when the job is done, the relationship ends. 但是现在上帝跟我们关系不是这样子的。But the relationship of us to God is not like that. 你不是有服侍他，你有做那些事情，做那些事情才跟他有关系。It is not because you serve him that you have relationship with God. 而是你现在生命已经跟他连接在一起。It is because your life is connected to him. 他知道你的名字。He knows your name. 他知道你的脸孔。He knows your face. 他知道你生活当中的一切。He knows everything in your life. 他知道你心里面所想的这些事情。He knows everything that is going on in your heart. 他跟我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He ha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to us. 你知道诗篇那里说到 ，In Psalm, 愿你以我心中的默念为甘甜。May you have a pleasure because of my thoughts in my heart. 最近我们家小朋友课业不甚好。And recently, my daughter isn't doing so well at school. 我们给她了一点点压力。We gave her a little bit of pressure. 慢慢变得比较严厉的。And we are trying to be a bit more strict. 因为我发现她怎么会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起来呢？ Because I realized she can't even remember the multiplication table. 虽然跟她妈有点像。And although it is more like her mother. 现在应该没有转播吧，哈。I think we're not being broadcasted. 好了，实际上是跟我有点像啊。And it's also like me. 可是我每次我都在想，如果我跟他的关系应该不只是这样子。And I though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 and my daughter should not be just that. 今天学校老师可能看中他的成绩。Teachers at school has a very how do you say that? The teachers think the scores, the grades are important. 那但是这不是我们唯一看中的。But that is not the only thing that we think is important. 我们看中我们跟他的关系。We think what is important is the relationship of her to us. 我们在想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到那个原点上面。When we think of anything, that we need to go back to the origin. 知道我们是因为出自于爱，我们做这件事情。Knowing that we do this because of love. 你知道我们有一票的影音部的同工。Now we have a team of workers in the department of videos. 他们常常会弄得蛮晚的。They usually stay up late. 那我会
感受到他们父母亲给我的小小的压力。And I feel the pressure from their parents. 为什么家的小孩子怎么还没回家呢？ Why is my child not home yet? 那我相信他们的奉献。And I believe that their offering. 绝对不是我的赞美。It's not the praise from me. 也不是偶尔我们可以喝点饮料可以补偿的。It's not because that we sometimes we have some beverages.而是他们对于主的爱那种强烈的奉献。It is because of their love they offer.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 ，If it's not that， 他们就不可能在那地方摆上那样子的时间。They will never be there and put on their time. 我相信真正的能力 ，I think real abilities， 是因为出自于爱而有的能力 ，comes out of love。是因为你爱这个人 ，It is because you love this person。你跟他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of you to him. 你愿意这样子无条件的摆上 ？That you may offer without any conditions. 你知道我们主就是这样的主。No, our Lord is such a Lord. 他为了你我 ，He for you and me. 走上那十字架的道路。He went on the road to the cross. 那种是一种奉献和牺牲的爱。It is a love of offering and sacrifice.这绝对不是一个雇工可以去做到的事情。It is not something an employee can do. 你知道雇工是干嘛的 ？And what does an employee do? 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 ？What do they do when they have difficulties? 他们如果跟自己生命交战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这样的选择 ？When they have battles in life, what is their choice? 你知道约瑟的故事吗 ？Do you know the story of Joseph?他们谎报他的父亲 ，They told a lie to his father， 说约瑟死掉了 ，That Joseph died。他们拿什么东西回去 ？What did they bring？ 就是那个被撕破的彩衣 ，It's the torn garment。你知道这些雇工在雇羊的时候，他们怎么证明羊被吃掉了 ？No， when the pastors they pasture their sheep, their flocks, how do they prove the sheep died？他们就是把一个小小的东西呀、啊，譬如说羊腿呀、啊，什么小碎肉带回去。They bring back a piece of a body or debris back to their owner. 他们绝对不可能因为羊的关系牺牲自己。They will never sacrifice themselves for the sheep. 你知道，最近摩西牧区出去玩。And just recently, the Moses district.They had a day journey. 这件事情也上报了。And it was on the newspaper. 不是因为有多么的浩大哈。It's not because how big the event is. 而是他们在慈湖那里遇到的虎头蜂。It's because they met wasps in 慈湖。Yeah. 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的明真传道的照片在那边。I saw the photograph of 明真传道 over there. 好，那个事情发生，当然大家都很平安。But everyone was safe. 那只是有一些人，少数的人，他们需要到医院里面去观察。And just a few people they needed medical attention at hospitals. 这样子的话会导致他们下午的行程。都必须要改变，甚至取消。Which leads to a delay or cancellation of their journey in that afternoon. 我们会因为少数的人改变我们原定的既定行程吗 ？Do we change our plan just because of a few people？ 你知道，当我们在当时在车上就开始了有一些不同的讨论。But you know, they had some discussions when they were at the coach. 我们该停下我们的行程去看。医院的弟兄姐妹等候他们吗 ？Shall we stop the journey and stay with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还是我们继续走我们行程，我们让他们在医院里面 ？And we just let them stay at the hospital。你会怎么做 ？What would you do？ 我当时心里面我已经有答案了。I had an answer in my heart。那后来牧师。跟我们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Later on, Pastor told us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他说会，我们必须回到医院去。He said we had to go to the hospital.
很困难。It's difficult. 因为你必须要放弃掉你可能原本可以得到的事情。Because you need to give up things that you should have obtained. 你必须因为爱弟兄姐妹缘故去做这个决定。You need to do that because of love. 我觉得这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I don't think it's an easy thing. 但是我们的主说。But our Lord said. 若有一只羊。If there is one sheep. 在外面走迷了，他会怎么做呢？ That is lost outside. What would he do? 他会放下99只羊去寻找这一只。He will give up the 99 and go looking for the one. 我想这是我们的上帝。I think this is our God. 我们在重要的时候，我们做任何决定，我们所想的点是什么？ When we make decisions at important moments, what is our concern? 我们看什么事情为重？ What is important to us? 就像我刚刚是看我的孩子的成绩为重。It's like when I look at my daughter'sscores, and I think it's is it important? 还是比他更上去一层跟他的关系呢？ Or is it deeper in the relationship? 我看重员工可以摆上的努力。Do I look at the efforts of employees? 还是我更看重他为公司摆上的心意呢？ Or do I more value the efforts they made to the company?当我看到一份礼物，我是看中它的可以贩售的价值。When I look at a gift, do I look at the price? 还是看中这个做礼物者他对我的爱 ？Or do I see the love that is behind the gift? 我都会记得一件事情。I remember one thing. 就是我那时候小时候买的一个150块钱的珍珠项链。That when I was a child, I bought a pearl necklace that was $150. 我到大学的时候还看到妈妈放在哪里。And I see that in my mother's until I went to college. 我想不是因为她最贵重的礼物、最贵重的项链是这个。I don't think that is the most valuable gift that she had.而是他相信那个时候孩子的心意是最贵重的。It is because she values the mind of mine when I gave her the gift. 而我们就是上帝最贵重的宝贝。And w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hildren of God. 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对别人也活出这样的样式来。And we should have treated other people the same way. 我们一起来祷告。Let us pray. 亲爱的恩主。Dear Lord. 我们感谢你。We thank you. 我们居然可以认识你。That we should come to you. 从短暂的国度进入到永恒的国度。From a short period point of view to your eternal kingdom. 我们今日都进到门里面得到了生命了。Today we come through your gate and have your life. 恳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来。Please help us to live your way.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经历你的荣耀。Let us experience your glory in our lives.因为我们深信 ，because we believe， 这是你要我们去改变世界的样式。This is how you want us to change the world。而这也是你对那些还没有来到你面前的爱。And this is your love to those who had not come to you。主，我们感谢你。Lord, we thank you。我们爱你。We love you。我们愿用我们生命来服侍你。We wish to serve you with our lives。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现在请萨斯风主为我们带来回应的时间。阿圣善业。
姐妹带我们做感恩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只想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爱，我们真是难以言语的啊，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也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就在我们自己啊的每一件事上，你比我们自己还要清楚。主，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没有什么能够我们无论在说什么样的话，都不足以表达主你对我们的爱。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再次思想你的爱的时候，主，我们在我们的所行的事情上面，无论是在我们的服事，或是在我们的待人处事，或者是在我们做每一件的事情，还有我们每一个行为上面的动机，主，都求你帮助我们是要为你而做，为你而摆上。耶稣，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面，也要能够常常愿意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是奉献给你，是愿意被神你使用，也能够求你常常帮助我们更新我们自己，好让我们的生命常常是一个新造的样式。主，让我们常回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该怎么样做选择，该怎么样去思考或者是行动。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也从不撇弃我们，我们真是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也将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全心全人再次要奉献给你，求你啊真是来使用。主啊，我们也将我们的金钱献上，主啊，成就神你自己的工作。主啊，求你在这当中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也让我们的教会要成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祝福。我们真是要向你献上感谢啊，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唱颂荣诗歌，颂荣就请牧师祝祷。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很认真的对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祷告跟自我的检讨。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更像你，更爱你，一起调整我们自己，凡我们所做的在这世代里面成为很多的祝福，也成为这国家的一个盼望。我们活着就一定有意义，特别是教会在你面前，我们在考虑很多事情的时候，不是对或错的问题，是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样的问题。我们站得对，走得对，神的荣耀就一直在加在我们身上。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加荣上加荣的来荣耀你的名，这是我们的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现在临到我们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而且是神你的名在全地得到荣耀，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在生命线上的感恩。愿你的恩惠慈爱随着你所喜悦的人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